五，刺激，刺复脉，刺交回之体物。关于刺激、刺复脉，前面单个总结，最终殊途同归于目刺。恩师说，此三者时延千年，乃不同时代对同一种病机之刺法，邪痹于皮、筋、分肉、脉、骨，皆称之为邪。当邪气藏于腹之时，称之为机。目刺，邪气流而不去，细而成机，传射于胃肠之外，目缘之间，流着于脉，或者孙脉，或者经脉，或者枢脉，或着于浮冲之脉，或着于胃肠之目缘，揣之应手而动。经曰，腹中有虫甲及交回，皆不可以小针灵枢绝病，故之目刺者，小针所不能及也，如图十九所示。图十九，长针目刺刺到及解结是一图。刺腹脉，着于浮冲之脉者，揣之应手而动，灵枢百病始生。刺激，大击大聚，其可犯也，衰其大半而止。素问六元正气大论，有心机痛可移者，易移也，机不痛难移也。灵枢未起，机可犯之，即以刺之，腹中机可刺之名正。刺交回，以手据按而坚持之，无令的移，以大针刺之，久持之虫不动，乃出针，灵枢绝病。金匮要略、南京分别有相应的病脉详述，笔者临床中一黄帝内经、金匮要略、南京脉经中所记载的脉法，协同寻求机之部位与深浅，脉诊结合揣穴，尤其是体会腹部是否柔如棉而有生气，是否有异常搏动，是否可以触及膜源、脏腑筋膜汇集处结节点，脏腑之间、脏腑与韧带是否有粘连，以左手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三指探寻，以定其确切之处，以三指或拇指固定，右手持针快速入针。若是将刺之处位于腹壁后部，需要绵柔用力持续按压，确保针尖不要刺到内脏，如果针尖触及内脏，可能诱发剧痛不适，此时应微微回针，左手微微晃动或震颤，待针下无阻力、无痛感时再继续入针，刺入基点。若基点位于脏腑之间，更需要左右手的协同，针必须刺入脏腑之间的空隙、胃肠之外、目缘之间，以左手探于机之平面，左右的移动分开刺到，尽量暴露基点，右手持针微微用力，其力度需保持，针遇到阻力即止，无阻力可进的状态为最巧，同时右手体会针下之层次而明于心，同时需要根据机之深度与走向来调整患者的体位，大部分情况下以仰卧位为主或侧卧位，同时还可以调整患者的身体上下蜷曲的角度，或胸膝位蜷曲，或后身，或站立位，或半卧位等，所有姿势的调节只有一个目的，尽量暴露刺道，增大针体与脏腑之间的接触面，针体与脏腑的接触面越大，则气血隐形的功效越大，利用脏腑自身的气血运动，呼吸时腹内压的变化，腹部脉动的力辐射与撞击，使内脏自主调节机的瘀滞。针刺入基点之后，患者多有气滞病所的针感，很多患者针感传导部位和不适的性质和发病时的体感一致，甚至有的出现逐个病灶一一呈现针感，甚至是已经痊愈的病灶。有的患者描述，这个感觉和我发病时的疼痛感或某种特殊的不适感一致。大部分患者会形容，有气寸不通的隐痛或刺痛感，待有气明显穿过之后即消失。有一位病人说，就像静坐初期觉得痛，突然有痛的感觉，即进入不痛的状态，过一会又可能进入下一个由痛到不痛的状态。有些患者会有节律性疼痛，有些是持续性疼痛。笔者临床观察，针入之后没有痛感、针感、走窜的效果差，在痛感、针感未消失之前出针效果也差，对医者守神的要求极为严苛。曾经有几位患者都是在笔者急着临时外出的时候过来，本不应予以针刺，此时笔者心中焦急，更别谈止息守神了，按脉诊寻机刺之，留针一小时左右带回来取针，患者皆告知无气感，病灶处未见好转，遂不出针，微微提针至皮下，止息守神，随患者的呼吸，左右手协同缓缓刺入，针感如气而至，留针而效，由此更加注重守神在目刺时的体会，在针刺之前应告知患者针刺的目的，气感将到达何处为妙，以何种气感最佳，一般以等同于病发时的不适感为最佳。针刺的时候，医者以守神为要，体会针刺当下的体感，而患者需随时告知针刺的气感，医患之间的配合显得尤为重要。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，一定要等到不痛、针感消失的时候出针。
刺激勿妄饮，即为太过，须饮至不足之处。恩是言，在整理古人早期的针刺经验中发现，腹部正中线及任脉的穴位针刺深度明显深于其他部位，且远远大于后人的针刺深度。由此可知，刺激一法在传承的过程中渐渐被遗忘，传至现代更是把腹中的木原结筋、包块甚至是脉动点皆列为针刺的禁区。然而这些部位恰恰是适用古典针刺、木刺法最鲜活、最灵动的部分，尤其是脉刺法几乎贯穿古典针灸的每一个细节。最为传神的刺动脉法被列为禁刺，就像一个手脚健全的人被告知再也不可以用脚走路一般，以至于诊脉刺脉脉平如此朴实直接的刺法渐渐凋零。笔者所体悟之刺腹脉不过是经典针灸中的只言片语，不过是古典针灸刺脉法的冰山一角，难以想象曾经在它盛开之时是何等璀璨夺目，令人神往，令人赞叹。